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我是妙妙。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小红书鱼友吉吉。这个吉是一个人下面一横，我特意去查了这个字怎么念啊。嗯，没见过。对，我们下面称他小吉啊。嗯。小吉说呢，这个故事发生在2014年。那个时候他六年级，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称为灵异事件。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堪比之前比比的那个邪点，它是一个很邪的事情。嗯。小吉六年级的时候呢，是住校的，他们宿舍当时是四人间，上下铺，除了床铺以外呢，有一个公用的橱柜，他们一般把一些杂物放在里面。小吉说当时让他感觉很惊讶的是啊，他们这个学校的宿舍的窗户非常大，就是那种趋近于落地窗的那种窗户了。嗯，他说一般在其他学校里面肯定是没有这种很大的窗户的在宿舍，而且呢他们这个窗户啊很大，用的还是防盗的这种设计，加上他平时密封很好，所以他们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安全的感觉。宿舍的条件很好。对，可能就是这个条件比较档次比较高。嗯啊，小吉说自己从来都不是灵异体质，平时睡觉也特别的安稳。但事情发生那天啊，自己在半夜突然就惊醒了。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是子时，就是12点，整个宿舍格外的明亮，就像开了特别亮的这个日光灯一样。小吉回忆说是不仅是亮，还特别的白，煞白煞白的。就像是冬天下雪之后出太阳那种反射的感觉，宿舍又亮又白。嗯，它隐约中甚至有一点刺眼的感觉。我第一反应，我看到之后，我第一反应可能是那种让我想到那种电影里面那个日探照灯什么的，或者是直升飞机的那种，嗯，那种瓦数特别高的那种。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啊，小吉这个时候醒了嘛，他刚醒之后啊，慢悠悠的回过神，找到了这个白光的源头，你猜是什么？眼睛啊！你太客气了吧，是窗外的月。那不更客气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说是邪点嘛。嗯。然后小吉在投稿里面是这么说的：说窗外，这是原文啊，窗外的月亮非常明亮，不是平时高高挂在天边的那种，感觉离自己很近。塞满了整个窗户，或者说堵住了窗户。用肉眼去看的时候呢，月亮并没有网上说的什么山脉的起伏阴影，而是像一个贼光滑贼圆溜的发光的白盘。嗯，就好像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一种象征意义的一种东西，它不再是有实体的那种感觉了，不太现实了。对对对。嗯，而且小吉这个时候啊，他发现自己的目光好像被这个月亮吸住了一般，他陷入了一种半迷糊半梦幻的状态。嗯，他试图把眼睛移开来，然后想躲进被子里睡觉，但是这股吸力特别大，他摆脱不了。啊，不仅如此，随着这个凝视月亮的时间的推移啊，他心里面甚至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他想去砸东西，想去破坏，甚至是想去伤害身边的室友。狼人啊，哎，有好像是这种感觉。是狼人不就是这样吗？小吉他那立刻啊，这个时候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嗯，因为那个时候小吉他只有六年级嘛，他说自己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怪异的想法，就破坏欲，在我看来。嗯，也是因为这个想法的产生让他清醒了一些。那小吉说自己开始奋力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呢，原本发光的月亮啊变得奇怪起来，虽然依旧是这个白白亮亮的，但是原来平滑的表面出现了一些他说可以被描述成崎岖的凹凸感，不像是月山什么的，也不像阴影。小吉说这种凹凸感呢就非常的不明确不明了，但是觉得很恶心，然后他觉得自己哎起鸡皮疙瘩了。嗯，就你乍一听感觉还很正常，对吧？
后面这哪正常了？不是，就是因果关系嘛，因为看了很恶心所以记起了，后面因果关系就变得离奇起来啊。他说小吉说，在这个看到这个月亮上的时候啊，就月亮有这个高低起伏的时候啊，他觉得自己身上的鸡皮疙瘩是跟月亮的这个凹凸感是同步的。小吉很难形容啊，他说大概就是，哎，月亮上有一块凸起来了，他感觉自己手臂的鸡皮疙瘩就凸起来一块，月亮上有一块凹下去了，他觉得自己的手臂上的鸡皮疙瘩就消失了。这么恐怖啊，就同步的，同步率是吧？对，同步率啊。而且他给我补充说，这种所谓的凹陷和凸起都是白色的，并没有脱离月亮本身的颜色，就是没有说的出现那种阴影啊或者黑的那种，还是很对，很超现实的那种。对对对，让我感觉很像欧美的那种离奇的这种都市怪谈。嗯，然后紧接着呢，月亮上原本随意出现的这个凹凸突然聚合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卵一样的形状。小吉说是之前自然课上老师给他们看过的蝴蝶的卵的样子，就像是这个样子。嗯，小吉继续说，他说无论是这个凹凸感还是卵呢，都在这个窗户外的这个贼大的月亮上缓慢的变化着。随着这个变化在进行，他自己越来越烦躁，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去挣扎，他想把视线移开。最终小吉靠的是他手抓着床铺的这个栏杆，硬是把头甩开了，然后赶紧躲进被子里，再也不敢露出来了，就一直熬了一夜。嗯，等到第二天天亮，然后第二天呢，小吉就把这个事情给室友们说了，但是室友们都说，哎，昨天晚上睡得很熟啊，并没有有什么特别亮啊或者月亮的这个奇怪场景。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这故事就标标准准的克苏鲁。对，就是很可惜，真的克。就我采用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是中式的嘛，嗯，这个故事就完全非中式。对啊，超现实，然后不可描述嘛。对对对。然后它好像过程中那种散值好像下降了，就是要疯了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对吧？所以我还在后面我还查了一下，因为我想到的是那个克苏鲁嘛。嗯。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月亮在克苏鲁这个体系里面，说月亮代表着残缺和凄凉。嗯，它本身还衍生出两个，不是两个了，一些特质，一个是叫做错乱，一个叫癫狂，还有疯狂这种特质。嗯，而且从古至今啊，月亮一直是具备这种有一定的宗教属性嘛。对，特别是美国在早年间吧，发行的一本书叫做《狂猎》，也是克苏鲁的一本比较有名的小说了。嗯，布鲁斯巴龙的，他说里面就是说，奥丁是代表着人类的灵魂，但是月亮代表着曲线世界中征服世界的标志。嗯，就是它是有这种意象。你看克系文学就是读起来都得想半天，就是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脑回路转一下。对，所以这也是很顶，也是写点，是这个很帅，我觉得这整个故事。我只要是咱们鱼友平安，我就觉得 OK。 嗯，因为最近好像后台会出现一些怎么讲杠精。嗯，他会说，哎，你这个故事没意思啊，哎，你这个故事不真实啊，你这个故事逻辑有问题啊。没意思可以不看嘛，对吧？一般我都顺着他们说嘛，哦，就是对，啊，说的都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鲶鱼的内心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有机会给我们投稿，对，证明你是平安的。重点是分享，而不是说要有什么结果什么的。对对对对对。OK， 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第二个故事呢，跟你这个有点像啊，到后期啊，嗯，听一下啊，嗯，好，这个不是粉丝的，嗯，不是粉丝投稿，是我在豆瓣上看的一个帖子，嗯，楼主叫 My Stars My Wife 啊，这个青山啊，嗯，我们喊他小 M 吧。好的，小 M 说他这件事呢，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每次想起来还是那种PTSD 那种感觉。嗯，事情大概是15年的样子。嗯，小 M 说当时一个男友啊，去广西的某个古镇去旅游。那古镇规模不大，但是呢周围景色确实也不错，当地特色菜也很好吃，然后就是什么酿菜啊那些东西。嗯，小 M 和男友到达的时候呢，就去玩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们提前在网上订了一家客栈，到了以后联系老板呢，
然后小 M 和男友就在古城的入口等这个老板过来接他们。嗯，这个老板在当地是个老师，人挺和善的，告诉小 M 他们啊，平时这个古城就是古镇都不收门票的，但最近是旅游旺季才开始收的。嗯，然后就带着他们俩抄个小路就进去了，也没花钱。小 M 他们订的是一个，就是到了旅店啊，订的是一个二楼大床房，整个客栈都是古色古香的，嗯，都是用木头做的，但是就缺点就是隔音比较差嘛。嗯，老板安置完他们以后就忙自己事情去了，因为第一天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嗯，然后小 M 和她男友呢就洗完澡，在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准备休息了，准备第二天白天再开始玩。嗯，到第二天啊。因为古镇不大，但虽然有些地方就是已经商业化了，但是还是保留了许多以前留下来古宅啊，就是民居那些，有很多荒废了的古宅呢，就只能在外面围观，不给进去。镇子里面全是一些石板路，有很多弯弯绕绕的小巷子，嗯，路也不宽，就跟迷宫一样。白天的景色挺好的，特别是这个古镇被一条小河围着，挺漂亮的。但是到了晚上呢，古镇到处挂着灯笼，小 M 就觉得就是气氛好像有点诡异了。嗯，第二天小 M 和男友在外面浪了一天嘛，玩了一天，晚上八点多回客栈，准备洗洗澡，然后有点饿了，就打算再出去吃点宵夜就休息了。嗯，两人出门的时候呢，是大概九点左右。在宵夜摊吃了炒粉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准备慢慢散步回客栈。离客栈差不多有几百米的时候呢，全部突然觉得自己后背有一阵凉风刮过去。嗯，当时两人正走的地方是一个巷子的口，巷子口那边已经十点多了，就街上也没什么人了，只有两边有那种红彤彤的灯笼吊着，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嗯，小 M 说当时明明感觉没起风，但是自己后背还是觉得凉凉的，好像有东西贴着自己飘过去。我去，这不有点顶。小 M 啊，他现在就脸色就比较难看了。嗯，僵硬的对男友说，别回头看了，赶紧回去吧。可不。嗯，男友问他为啥，小 M 没说话，拽着他男友就跑。男友不要了吧，他问为啥。要我也问为啥，奇奇怪怪的。要是我的话，我就……但你想啊，嗯，他女生可能，嗯，阴气重一点，男生可能没感觉到嘛。然后发现女朋友她背后一阵风之后，脚开始颠了起来，这个就不用问为啥了。好，他们就开始跑嘛，就跑回去了。嗯，到了客栈之后呢，小 M 就对男友说刚才自己的感觉，感觉到好像有事情。嗯，男友就安慰他说没事儿，我在。小 M 就。也没多想，也安心了一点，两人收拾收拾准备睡了。嗯，当晚睡得很迷糊啊，小 M 他觉得自己身体突然动不了了，压床了，就压床了嘛，很标准啊。嗯，紧接着就看着一个，又是个很标准的，穿着红色嫁衣，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的，在他屋子里面。嗯，这也挺恐怖的，是吗？长得挺漂亮，不是就是红色嫁衣吗？啊，那是挺恐怖，这好恐怖啊！这个啊，詹姆回忆啊，说看服饰感觉是清代的装饰。嗯，这个女的一直盯着小 M 冷笑，紧接着慢慢的靠近，趴在床边看着小 M， 小 M 吓坏了，拼命的挣扎了好一会儿，然后就不是压床动不了嘛。嗯，她挣扎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头好像能动了。就赶紧把头扭到另一侧，就不愿去面对。嗯，红衣女的立刻就在另一侧又出现了，不管小 M 怎么躲都躲不开。嗯，就在小 M 自己即将崩溃的时候啊，然后浑身也苏醒过来了，猛地睁开眼，然后一身的冷汗嘛。嗯，小 M 赶紧就喊醒了旁边就是睡得很沉的男友，跟他说刚才事儿。男友赶紧起床，在屋子里面转了一圈，仔细检查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异样，就安抚了小 M 很久嘛，两人又重新的睡着了。到第三天，他俩准备回城了。嗯，坐的呢是长途大巴，小 M 因为昨天晚上那个事情啊，他没睡好，整个人都很恍惚，
慢慢就在车上睡着了。谁知道刚睡着啊，小 M 就梦见昨天晚上那个女的跟来了。应该是吧。梦见这个女的被家里人强行穿上嫁衣，然后又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紧接着呢，又出现她这个女的跳进井里面的画面，然后画面又切回了她这个女的穿上嫁衣。就在他俩昨天晚上散步那个巷子口那边走啊走，就等于是给他回溯了这个女的是怎么死的。这个女鬼好贴心啊，这好恐怖啊，感觉就是放给大家特意放给大家看的嘛。然后他这时候啊就一直看不到这女的正脸啊，只能看到她的背面。Sam 又突然就惊醒了，一头的汗，突然想起来这个古镇里面好像确实有几口井是很久以前就传下来了，自己和男友还去参观了。住在古镇里面的村民呢现在还在用这几口井，就是洗菜啊洗衣服，说井水很干净也没有什么问题。回到家之后呢，小 M 生了很久的病，他自己以为啊这件事情就是病好了也就结束了。但自己万万没想到事情还没有结束。小 M 开始没日没夜的被压床。我的天啊，一开始他好像就是在竹铁下面评论的，好像30天被压了20天，20多天。还是那个女的吗？是的。一开始是晚上压，后来就连白天都会压。小 M 说那段时间自己不上班，然后男友每天早上7点多就出门上班了，小 M 也会爬起来，就把窗帘全拉开，让阳光整个晒进来嘛，提高阳气嘛。对。因为小 M 房间朝向问题啊，每到日出都特别晒，按理来说就不会被压床了。但是只要男友一出门，小 M 他再睡回笼觉，他必被压，每天都是这样。我去，小 M 他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已经差到极点了，整个人精神也很差，自己照镜子觉得脸色已经是灰白色了。接下来一个月里面，小 M 的鬼压床越来越严重了。某天晚上啊，男友还睡得很死。分了吧，算了吧，这叫啥呢？而小 M 还是就是半梦半醒那种状态。突然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挂在门板上。女鬼来了。一头长头发往下垂，画面特别惊悚。但是这时候呢，自己身体又是不能动了。过了好一会儿，门板上黑影不见了。这时候呢，小 M 觉得有个东西从背后抱住自己了。我去，小 M 说这辈子从没这么害怕过，身体动不了，发现是男友，一直在流泪，身体颤抖，他自己想喊男友，但是发不出声音，但好在这时啊，男友醒了，可能他在旁边颤抖嘛，把他弄醒了，他看小 M 不对劲，连忙就把他就是晃醒，晃过来了，小 M 就醒了之后就崩溃大哭，把刚才事情告诉男友。男友抄起水果刀，在屋子里面巡逻了一圈，还什么没发现嘛。小 M 说自己男友是精力很旺盛的那种人，可能阳气比较重，对，从来没见过这种不干净的东西。后半夜呢，男友就一直抱着他自己，然后慢慢的自己才就是不那么害怕了，到天快亮才睡着。就这样反反复复折磨了很多天啊，小 M 精神越来越差。某一天男友还是去上班了，这时候小 M 他突然有一种就是抑制不住的欲望，想去照照镜子。房间里面有一个全身镜。小 M 站在镜子面前照着照着突然哭起来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强烈的悲伤的感觉。小 M 说自己坐在冰凉的瓷砖上哭了好久，眼睛疼得都快睁不开了，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如就这样死了吧。我去，就是催命的这个鬼，我感觉这边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能是鬼在影响他的这种想法，引导他去。我说这故事和你刚才那第一故事挺像的，像对，被影响了。是的。然后小 M 有这个想法之后啊，他就绕着屋子找了一圈，找了一把小刀。小 M 说自己从来没有过想死的念头，但那天一定不对劲，很不对劲。找到小刀之后呢，
玄木坐在书桌上给妈妈写了封遗书。嗯，写完之后自己握着小刀躺在床上，嗯，好几次想下手，但是最后啊，求生欲还是战胜了这股奇怪念头。玄木马上缓过来以后给男友发短信，让他赶紧回来。男友回来之后呢，玄木说当时自己那种强烈的悲伤和那种想自那个的念头马上就消失了。对，过了几天之后呢，小M突然想起什么一样，就问男友啊，那个全家里那个全身镜是哪来的？嗯，小M没和这个男友住之前呢，这镜子就在这边。嗯，男友说，好像是在楼下捡的。我去，嗯，说看到这个镜子挺新的，扔的感觉挺浪费的，就拿回家了。男朋友也可以啊，小M就有点无语了嘛，然后就让男友把这镜子拿去丢了。然后还并且就是嘱咐男友把它砸碎了、嗯、别让下一个人再捡过去了。嗯，奇怪的是呢，镜子丢了之后啊，玄木精神好很多了，后面没发生什么怪事儿了。他自己在底下评论说、嗯、其他方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处理，也没找大师什么的，说自己就是平时多晒太阳保持心情愉悦，加上男友陪着、嗯、那个红衣女的也没再找过他了。那这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这里面元素很多啊。嗯，首先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在于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也看了很多，一般来说如果是地缚灵，它是不能离开自己埋骨地很久的。嗯，这个等于女鬼是从广西跟着小 M 回家。我感觉是什么路线啊，嗯，女鬼是死井里的嘛。嗯，对吧，对，他们去参观井，然后他是从井的水面附到这个女主的身上。对，带回家以后他又移到了镜子里面，移到了男主，对，对吧，捡回来这镜子里面。而镜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比较你懂得怪嘛、嗯、它会把气场啊什么东西扩散扩出来。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女鬼也不是不容小觑，是他一般来说就是鬼离他的埋骨地太远的话，就是他的凶怎么样怨念啊会越来越弱，导致他本身就会很弱，最后就消散了。但他这个其实后期已经影响到女主的心智了，对对对，影响让他就是伤害自己了。对，这个故事其实前期还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嘛，但后面就后半段确实还挺可怕的。就其实这个节目、嗯、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会放在我们把它放在细思极恐好，还是把它放在狗进科学好，因为到狗不进科学吧、哎、这个我告诉你说、嗯、狗进科学有说法哦，就是你看女主她从整篇叙述看来她可能是不上班的，对对吧，如果说一个人她可以不上班，但她不能没社交，如果一个人她只是跟她的所谓对象两个人的这种社交，嗯，一直在家里面，嗯，也特别是有很多咱们女孩子不太喜欢运动嘛，嗯，活动比较少，嗯，那他整个心理会越来越荡，就是陷入了一个抑郁症的一个环节。是吗？对，那我不玩了。怎么了？我也没社交啊。但是你运动呀，你健身，你天天健身呀。嗯，就是你健身促进的是你的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嘛，嗯、甚至内啡肽。可能男性阳气也比女性要重一点。对，嗯，然后就千万大家鱼友啊，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血清素和内分的那个多巴胺分泌很少的状态，这样的话你整个人的状态会越来越差，封闭起来。对，从科学上讲是的。而这个时候的话呢，从科学的角度讲，你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比方说惊恐症或者是焦虑症，嗯，会导致你产生幻觉。这就是科学解释。突然养生起来了，对吧？对，而且小 M 这个，嗯，贼像我们鲶鱼志团队大肉老师的昵称，是吗？你讲这我就出戏，你讲我就出戏、嗯。但好在大肉老师一般，他和养生是一气不落、嗯，但是夜话他分着听，希望他不要听到。好，这个故事到这边。OK， 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啊，刚才苗老师第二故事很长，让他休息休息啊。嗯，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鲶鱼团队黄黄啊，没错、嗯，我们的黄黄。老鱼做鲶鱼之后啊，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异性相吸的这种感觉、嗯？好像进团队之后，这些故事不断，或者是我们吸引有故事的人来。你看阿伟进来没几天，家里面出怪事儿了。你少讲两句不吉利的话，好吧？咱们小叶这么这个鬼见愁体质，视频还没开始剪呢，
也开始出怪事儿。他是鬼见愁体质吗？他原来是，他不是鬼见愁，他是完全不怕，他对中式恐怖一点都不敢抱。是吗？我感觉他的样子就不像完全不怕的样子。好的，我会把这段录音接下来发给小叶子啊。好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晃晃，他这个故事呢是等于说是，其实是我威逼利诱了，他不太想说的。嗯，他不想回想这个故事，因为晃晃说啊，这个故事谈不上灵异，不太灵异，但很诡异。嗯，那既然被我挖出来呢，他就很详细的给我把他说了一下。他也希望我们听节目的鱼友帮他分析分析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嗯。黄黄说啊，其实这个故事有一大半是听别人说的，而自己遭遇的呢只是这个故事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呢也就是这小特别小的这一部分也是格外的诡异和恐怖，所以请大家在听这个故事之前啊，长按点赞来，对吧，保护自己。好啊，长按点赞，邪恶退散啊。黄黄的故事发生在高中的时候，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黄黄自己啊，是我们简称他为小 A， 是一个长发的白皙皮肤的文静女孩。这个女孩子呢跟黄黄是一个班，但不是一个寝室。不知道为什么小 A 他们寝室的舍友都有点排挤小 A，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吃饭回宿舍自习，什么这些行为啊都是一个人形单影只的。黄黄呢，黄黄是属于那种看上去很萌人畜无害，但是其实内心是个社牛，贼社牛的一个人。所以他从高二开始啊，就经常找小 A 一起玩。黄黄说啊，可能就是因为小 A 给人一种看上去外表非常柔弱的这种感觉啊，就给他一种保护欲，那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保护他。然后他发现这个小 A 的宿舍的人都在排挤小 A， 就更想保护小 A 了。嗯，只要他和这个小 A 一聊天，他就是所有的东西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一旦说到宿舍的情况，就是黄黄想问，哎，你们宿舍是不是有点针对你啊之类的，小 A 就闭口不谈，更显得楚楚可怜了。用黄黄的话说啊，小 A 就像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看上去很可怜。嗯，直到那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在高二的秋游，他们学校呢组织去了一处南京近郊的一处游玩地点啊，熟悉南京的朋友应该听过牛首山，哦，对吧？你有没有旅游过？有牛首山？我好像没去过。我原来小学、中学都挺流行去哪儿。那我就可能去过，不记得了。啊，反正这个公园呢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里面有很多山，就是高低起伏的。嗯，啊，虽然它这个整体的徒步范围没那么大，但是呢玩上一天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秋游这一天呢，黄黄和班上几个要好的朋友呢一起带着小 A， 他们一群人在山底下逛。他不同于往常的春秋游，这次可能因为公园比较大，所以到了地方就就地解散，老师让他们自行游玩，约定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在这个公园门口集合。那每个班级呢和每个年级都定好了自己集合的这个位置。那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大家找了一处阳光，就是有阳光晒着的草地，然后铺上了这个野餐垫，开始席地而坐，啊，一边吃一边聊。黄黄说当时是个多云的天气，不一会儿呢，厚重的云层就把太阳遮住了，深秋的山里面甚至开始有一点寒意冒出来了，有的人止不住打了个哆嗦。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是谁提议的，说，哎，光吃饭没意思，我们说鬼故事玩吧，你看天都阴下来了，多有意境啊。嗯，那有人起头，自然就有人附和嘛。于是大家开始半真半假说起了自己身上发生或者听过的鬼故事了。黄黄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吧，既不害怕但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呢没有认真去听，他就拿着这个手机刷 QQ 空间还有校内网。渐渐的呢，朋友这个选的喧嚣的这个声音啊慢慢弱了，可能是某个同学说的故事比较有代入感，比较恐怖，大家都开始屏气凝神的去听了。嗯，突然小 A 兀自大笑起来，一开始是捂着嘴的轻笑，然后就直接变成了咯咯咯咯咯咯的大笑，笑到他都直不起腰了。嗯，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啊，所有人全程都在诧异的看着小 A， 包括黄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从他开始笑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啊，就一直不停的笑了十分钟。紧接着就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小 A 的这个笑啊突然停住了。小黄说，就是黄黄说啊，就是从那种哈哈哈的大笑突然变成了那种面无表情的这种样子。而且他敏感的注意到这个时候，哎，太阳出来了，就是云散了，嗯，阳光重新洒向大地。说到这个时候啊，黄黄说，他这个时候跟我强调说，这并不是当天最恐怖的事情。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一个小插曲，甚至有人开玩笑啊，说小 A 你这个是过敏吧，一到阴天就笑，别人可能是打喷嚏什么的。然后后来黄黄也私下问了小 A， 小 A 一脸懵逼说，我不知道呀，我哪里笑了，我没笑啊，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嗯，那一开始呢，他们就是继续的，就是他们这群人啊继续的吃东西说鬼故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嗯，但是呢黄黄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啊越想越诡异，越想越诡异，一直到当天行程结束，大家这个时候呢就坐上了回校的接驳车上面大巴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啊，都因为今天特别累，就大家都是睡觉了嘛，在路上。嗯，往往说可能除了司机基本上都睡了，但有的人没睡，比如说黄黄就没睡啊。嗯，黄黄说可能因为白天的事情比较诡异，让他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即使很累他也睡不着，加上他的这个座椅的调节坏掉了，他只能坐得很笔直，就很难受，就更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呢，一样的黄黄还在玩手机，他就突然发现四周暗了下来啊，他想大巴车应该是开进什么隧道，然后他猛地抬起头，他说甚至因为他抬头的这个动作太大把眼镜都弄掉了。他为什么抬头？因为他又听到了狂笑声，开始明显就是小 A 在咯咯咯咯咯的直笑。嗯，然后另一个笑声加进来了，再后来出现了第三个声音，第四个声音，到最后啊黄黄觉得整车人都在咯咯咯咯的发笑。他没笑，他没笑啊，然后就像做梦一样。还没等老师反应过来看情况，大巴车驶离了隧道，笑声骤然而止。这个时候老师已经站起来了，一脸迷茫和尴尬，然后最后只好悻悻地说了一句，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就到学校了。嗯，然后就坐下了，就证明其实是老师他也没笑，但是他也听到了，对吧？所以他想站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神奇啊，老师居然能听到。怎么为什么？不是照理说这个只有主角能听到吗？哦，是的。而且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就是说，嗯，他是阳光消失的时候是产生这种情况，对对吧？对，像小 A 辐射到所有人身上，但主角就是黄黄和老师都没事。嗯，如果大巴车司机也笑就完了，对吧？而且这个故事啊，第一个小故事，不能说第一个小吧，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阶段说到这边，说完之后呢，黄黄就有点玩味的看着我，就给我感觉的就是说，他说你看，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小 A 奇怪了吧？嗯 ，OK， 他们继续啊。时间一晃到了高三。那黄黄他们呢跟其他的高三学生一样啊，忙于学业。自从那个笑声事情发生之后啊，黄黄他也不自觉的疏远小 A 了，但是他也会自责，他就觉得哎，嗯，可能是真的就是巧合啊，或者是错觉啊什么的，嗯，觉得自己这样疏远小 A 不太好。直到他听到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天呢阴差阳错的这个原因啊，黄黄跟小 A 的一个室友，我们就简称他为小 B 吧，啊，跟 B在这个打印店碰到了啊，他们都去打印一些文件，复印一些文件。黄黄给我说呢，他们学校的这个打印店应该是被承包的那种，只有一家，所以经常要排队。嗯，那小 B 和小 A 他虽然是一个寝室呢，但是跟黄黄和小 A 并不是一个班，所以只是面熟。他们两人在排队的时候呢，因为排的比较久嘛，就聊起了天。哎，没聊几句就把话题引到了共同认识的小 A 身上。嗯，黄黄其实自己也特别好奇，就是他们宿舍为什么排挤他，他就直接问了黄黄社牛嘛。小 B 说，我们哪里是排挤小 A 啊，是我们都怕他。嗯，说小 A 身上奇怪的这种诡异的事情太多了，虽然是都是小事也没有对人造成伤害，但事情一多还是特别让人害怕的。那 B 就给黄黄说了一个最让他自己感觉到恐怖的事情，说那个时候啊
大家刚住在一起不久，就可能就是高一下半学期的样子。他们全宿舍都觉得小 A 很孤僻，有一种生冷不忌的这种感觉。那有一个周末呢，他们就决定去逛街，就顺便就邀请了这个小 A。然后没想到呢，小 A 这次倒没拒绝啊，答应了。他们宿舍六个人就一同去公交站坐公交，准备这个去市区市中心去玩。因为学生嘛，他们六个人打车的话要两辆，比较贵。也是一样的，本来天是晴天，突然就阴下来了。小 B 说自己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本想回宿舍拿伞的，但是大家觉得都出校门了，再回去拿就太麻烦了，就阻止了他。嗯，当这一群人走到学校的公交站的时候， B 感觉身边的小 A 的身体在瑟瑟发抖，虽然幅度很小，但是小 B 会担心，就很明显小 B 就担心是不是天阴了， A 穿的少啊，所以冷。他就问小 A 说，A 什么什么什么，你没事吧？是不是冷呀？这个小 B 还说，此时小 A 是一直低着头的，加上小 A 是齐刘海的发型，所以小 B 这个时候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就在这么一瞬间，不知道从哪边驶过来了一辆出租车，就停在路边，想问他们要不要打车的，就是那种黄皮的出租车。那不知道是这个司机粗心啊，还是干嘛的，总之这个车啊就缓慢缓慢的往路边停，哎，压到了小 A 的脚。嗯，就是压到了小 A， 这个车的右前轮啊压到了小 A 的一个脚上。小 B 顿时傻眼了啊，他第一反应赶紧自己先跳上马路牙，然后几个舍友跑过去敲这个司机的车窗说，你压到人了，你压到人了。嗯，小 B 这个时候也愣住了，因为他没有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嘛，他就很害怕，又不知道不知所措，他就下意识的去看小 A， 下一秒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凝固了。嗯，因为小 A 现在缓缓的抬起头，身体停止了抖动，嘴角上翘，竟然是在笑，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微笑，不能说笑声，可能是灵笑啊。这个时候呢，就看司机在手忙脚乱的把车往后倒，大家特别着急，小 A 还在里面无声的诡异的笑，脚也没受伤，有种蒙太奇的感觉。哎，对，小 B 说这个时候啊，只有他站在小 A 这一侧能看到小 A 的这个表情，其他人都去了那个出租车那边了，就去找那个出租车司机了嘛。嗯，也只有他看到小 A 的发抖和笑。当车挪开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一样，小 A 的脚没有受任何伤，甚至是红肿和淤青都没有。那出租车司机也是吓得一头汗啊，但是下车之后反倒是骂小 A 说，你站在这个机动车道很危险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个黄黄说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因为他就去复印东西了，也没有去找小 B 问后续的问题了。但是关于小 A 的这个诡异传闻啊，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啊。而且高考完之后呢，这个小 A 就在他读大学的城市留下了，就一直在那边没有回来。哦，所以黄黄到现在啊也没有见到小 A。 就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之前有摸过小 A 吗？有碰到过他？你说他的宿舍的那些人啊？对啊，有接触，有用手接触过他的身体吗？你会觉得是什么？他确实是有这个人吗？我去，就他的宿舍我不知道，但黄黄肯定是有接触过的啊。黄黄是有接触，就能摸到是吧？对，他这个体质就不是人类的体质了嘛，对吧？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被上身啊或者是夺舍啊，就那一瞬间。我理解是就是阴雨天会笑嘛。嗯，你之前讲的是他影响了就是同学。嗯，对，在我看来应该是阴天或者黑暗的地方是他造成的。哦，你想的更恐怖。对，我是这么感觉的。你想的是他的能力更强。对，就是他脱离人类的范畴了已经。其实阴天啊，还是狗精科学那一套，就是阴天过敏这个事儿，我身边还真有。他是反过来的，他不是阴天过敏。我有一个小学的一个同学，他对太阳过敏。他平时要穿着很严实的衣服，打着伞，如果出大太阳他基本上不出门。好像我之前也有个同学也这样，但他阴天能出门啊。对，小 A 等于是反过来了。
因为我之前那个是个女同学，她好像一直戴着袖套，对对对对对对，不戴管袖什套，么时候她都戴对，戴袖套、打伞、戴口着。罩，还戴眼镜。好惨啊，有点，是的，所以小 A 这个情况啊，真的是你不好说，是。对吧？你不好说他，而且他这个被车压到脚，也说不定呢。有人就是这么幸运。其实就是，有可能青春期怪谈嘛，越传就是越玄乎，对对对对对吧？但对是还是挺精彩的这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个，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种都市传说嘛。对，好，那今天的鲶鱼夜话到这边就结束了。是的，好，那到这边结束，拜拜。拜拜。